好，副理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上呢，代表简明志进行总质询。那么他也特别的提到，公所的活动呢是越办越多，越办越好。不过他也建议不要只有摸彩，因为参加活动的人是非常的多，希望共襄盛举的居民呢也能够人人拿奖，也建议公所能够做一点修正。布里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的第一天，由代表简明志进行总质询。其中他特别提到，公所的活动是越办越多，不过建议不要只有摸彩活动，因为参加活动的人很多，希望共襄盛举的大家民众也都能够人人拿奖，建议公所能够来做修正。我希望讲吼，啊，拜了办这个活动吼，尽量卖摸彩。尽量卖红彩，安尼，吼、哦，望着人真欢喜，无望着人真怨叹，安尼吼。我希望后摆咱办啥活动，都老实讲，只要恁也无人安尼，人人阮也较好啦。乡公所则是回应，每场活动都会区别，像是这次办理星空电影院的时候，民众也都有拿到礼品，有些活动则是摸彩形式来炒热气氛。我们有分啦，有我们最近办那个啥，办那个叫啥，办那电电影院的哈，那种活动看电影，我一台嘛是分一寡纪念品给伊，有啦嘛分纪念品，我有分开啦，我有分开啊，我一部分是。看什么？看什么那个活动内容啊？看什么活动内容？这方面我来注意。活动内容是不是无菜较适合的？还是讲分一寡纪念品啊？有的是免分的嘛，有嘛有食物的嘛有啦，吼，无食一寡点心的嘛有啦。这个当然看啊，多一种活动，用多种活动较适合的。另外，简明志也表示，公所能够在稻米灾损的部分会刊要做明确。有些农民也有向代表反映，有些地区应该也要被重视。今年天气也比较多雨水，建议公所主动通知农友。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。